Coco 安安 ，Coco 安安，好久不见 ，Coco， 最近过得好吗？那好像比较亮哎。要不要开啊？这样子就好。你们听得到音乐声吗？今天只是刚好，今天没有要吃什么。想要吃个薯饼，随便吃一吃，随便煎一煎。而且我超级不会煎鸡肉的，这怎么开啊？啤酒头的川喝啤酒有两只主角，梅子跟麦芽，使用春天产的台湾青梅制酒，并以香槟效能。哦，这个我有看过，我有在那个网络上面有看过那一段。嗨 ，YK， 居然将会煮什么？音乐比较小声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我要煎这个，煎这个，然后配鸡肉，鸡肉大概吃。我在想要不要煮菜，水煮应该不用。我有沙拉，昨天沙拉还没吃完呢。沙拉，昨天的沙拉。吃好了，这样我就不用煮蔬菜了。吃个三块，还是两块？你觉得呢？真的啊，我觉得他们这样这次合作，我觉得很酷哎、欸。卡莉是不是穿蓝色的四角裤啊？白痴哦、喔，这很像吗？不会吧？还是我应该要扎进去，露出扣子？是因为裤子太大吗？我裤子超大的、欸，我应该要再上来一点。实况然后做奇怪的事情。算了，反正家居服没关系啦。嗨，嘟嘟，啾啾，晚安，又到了炫耀晚餐时间。我没有炫耀，好不好？白痴哦。嗨。我贴菜单给你看。好啊。我不太会煎鸡肉、欸、我要先煎哪一个比较好？你就是要我先煎马铃薯好了。我觉得这很好吃，虽然这个你自己拿马铃薯去刨丝就可以，但我很懒，因为它最近在打折，这样一盒大概台币大概50元吧。打折，我吃三块好了。然后今天要喝的酒是，之前去塔林买的啤酒。很像吗？蛮这个。
条裤吗？还是我要换另外一条裤子啊？对手撕猪肉润饼跟啤酒面糊炸鸡很有趣，好酷哦！这我也很有兴趣哎。啤酒面糊炸鸡，我很想吃吃看。炭烤培根跟猪油温泉蛋拌饭，感觉也很赞，感觉超赞的啊！是哟，是哟。室友，我可以问你明天有没有要上课吗？我是说我知道你没办法去上课。室友，救我啦！葱爆油封鸭胗炒西班牙腊肠，真的很下酒，感觉超下酒的哎。想吃，现在想吃，好啊，你现在想吃。早安，老寇，玉安。我没有，不是料理教室啊，这不是啦。我不会料理啦，我只是准备晚餐，然后顺便贴出来而已。这个侧面不太好哎，大家都看到我的肥，很肥的身体，这样就好，这样，好不错。我应该再高一点哎，你变成日本小黑包中上那个小朋友了，什么意思？室友叫我跟你说不用，你可以睡到中午。等一下，你是在那边以为室友在你旁边吗？想太多了啦，白痴。室友说什么？我觉得有 PPT 在群组，看你会不会看。如果不会的话，你可以去一下。如果之后会一次一次看一下，那应该就不用去了。我是不是应该去？我是不是要为了你去一下比较好？学霸现在生病没办法去。这首歌太悲了。啤酒在冰箱，我是想说让它稍微冰一点点。
抬担架跟你一起去，我推轮椅带你一起去。老师真的很无聊，可是这么多个礼拜没去，你会去吗？可是你生病呢，你是不能。医生有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门吗？你需要回诊吗 ？BB， 直接在开台的时候直接乱叫。这个啦，还有吃鸡肉。我不用回诊啦，医生说下个礼拜一就可以出门了。开心，开心，下个礼拜一就可以出门了。下个礼拜一可以睡晚一点，还是你想要利用时间去什么展览或是什么什么公园散步？而且你这样问医生，你可不可以散步？天哪，你是俄国人吗？我现在在用那个。再用这个，我说你的发型哦，不是长相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很多个礼拜没去，可是真的很无聊，真的很无聊啊！它熟了没？发型很像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刚好绑那样而已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头发只要开始长，有点长到脖子中间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想要把它绑起来，要么就再剪短，要么就是想要把它绑起来，不然我会觉得很没有精神，就不想要有头发在那个柳，就是脖子这边。多了吧？哦，还有吃沙拉，就是昨天剩下来的沙拉，应该可以吧？感觉皮蛮脆的。好，接下来放鸡肉。应该不需要油吧？好像需要哎，怎么办？干，算了。你找到？这是有加洋葱那种薯饼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这不是有加洋葱，它就只有那个，它就只有马铃薯而已。想说上个部分再加超长香饼件，也太可爱了，还自动消音了。你还自动消音，这么可爱。嗨，崔雪安，什么声音啊？鸡，鸡，鸡与牛。
晚餐时间听这个音乐好悲哦，那你们听一下好了。听到吗？好香哦！最二台，看来是有成功重开机了。你说你吗 ，YK？ 没有那种感觉了，是不是？昨天真的很无助，干脆什么台都不看。天哪，我没有遇过这种事情哎，真的是很无助，就感觉好像你来到了一个平行时空，然后都一样是，一样是地球，但是所有的事物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感觉像自己已经睡了大概50年了。然后没事看《福原爱》纪录片，看到深夜爆哭，莫名其妙。我有看到你有那个分享，兼鸡胸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鸡胸了，应该是吧，他应该是鸡胸吧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我刚刚煎的薯饼，大家看一下今天。知道怎么吃，这样好像比较好，还是要这样子啊，这样比较好了，这样好了，对不起有点晃，不好意思哈。太像有点。有点难那个哎，沙拉。来，打不开，可以。昨天的沙拉，是的。然后我去把我的薯饼拿过来。薯饼应该放跟鸡肉放在一起会比较好吧？你觉得呢？我很怕我手机没有电，86可以啦，86可以，但
样就可以一边吃一边那个，不错吧？我不要坐这边，好，坐这边。上次好像怪怪的哎，哪里怪怪的？这视角好怪哦。人家这怎么，就是用吃饭的视角啊？这是什么啦？它不能再弯一点吗？好烦。好烦啊！鸡胸最好是用焖的焖熟，不然会柴到爆炸。有，我现在在焖它，我都是先煮再煎，啤酒怕。你说先水煮鸡胸吗？可是这样不会柴柴的吗？还是不会？好哟。被人家发现前面有电脑，很尴尬哎，这是好烦哦！要怎么用比较好呢？呢？算了吧，算了，就这样子吧，就这样吧。啊哈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们可以，你看没有架好，就是有这种尴尬的事情。不要怕，哦，好高哦。白痴哦、喔，很难架哎、欸！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白痴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，好烦哦、喔！算了。这是什么啦？这看起来好难吃哦！我看起来好橘是不是？嗨，对我真的很橘，好烦哦！我想要换发色，所以我就是大概等之后有一点点，就比较有就是。比较有时间，不是时间啦，比较有钱的时候，存一点钱，就来那个染头发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好累。他怎么那么广角，好烦哦！他可以不要那么广角吗？他再下来一点，又会看到他的角角，我就这样很不 OK。太难架了吧？嗯？嗨，猫费安，猫费安。不会，水加橄榄油跟盐，温度70，煮5分钟再煎。要水要用指尖烧吸掉，才会煎出脆皮。好酷哦！水加橄榄油跟盐，温度70，这怎么看温度70度啊？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一句话把它记下来。脆皮哟、哦，好。今天喝什么呢？今天喝上次去那个去塔林买的酒，耳机会不会烂掉了？我不知道熟了没，我还是试试看好了。
对不起，我偷偷切了一下它。没有歌，歌在哪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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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赛亚人卡利，我觉得可以。为什么是赛亚人卡利啊？这到底要怎么敲比较好？这样，这样不错哎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个视角，对，很忙。哦，我觉得很生气，可我必须要看着啊！谢谢你室友，谢谢 Spasiba， 谢谢 Sasha， 谢谢，好可爱哦！这样可以了，没有菜啊，靠北哦！他还是不。生气了，我跟你讲，猫生气了。啊，这样，可以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好。谢谢你，可恶，看不懂。对啊，祝你好胃口，就是祝你用餐愉快的意思。我喝春分了，好美哦，好好哦，好想喝喝看哦。被我蒙对了吗？对，被你蒙对了。How are you？ 好想去春分宴哦。其实这个手指放下去微烫就是哦，是哦。手指放下去会微烫就对了。好，还剩了一张兑换券，可以免费换一张。可以免费换一张酒，一杯酒，不错啊。这是昨天的沙拉，叫做那个洛梨，然后因为洛梨它会氧化，所以它会黑黑的。但没事，还是好吃。单人却要并桌。好酷哦，感觉很好吃哎！没喝过啤酒头任何酒，也没参加过任何啤酒头活动，我也没有参加过啤酒头任何活动啊，我应该也蛮菜的。兑换日期是10月31号，太尴尬了吧，快到了哎。可是我喝过酒啊，哦，真的好好吃哦。
村正彦是什么？就是啤酒头，他最近是很容易爆开，我超级紧张的。就是啤酒头他最近酿了一个新的酒，就是春分在二十四节气系列中的酒。然后春分它比较难喝到，是因为它是用梅子酿成酒之后，再拿去就是做成他们再加那个酵母酿，不对，把它酿成啤酒。然后因为你要去等梅子的采收，还有把它酿成梅酒之后的时间，所以它量比较少，所以相对的你就比较难买到。我喝酒跟幼稚园一样，我以前也是啊，我是因为来这边想说还是喝一下好，所以才会，我现在大概是小一吧，小一程度。酿酒师跟我搭话的时候，我只能跟他说春分比较难喝到，从最难喝的开始喝也是可以的。其他节气相对比较容易喝到，相对比较容易喝。啤酒头只喝过大暑，等等来开春分陪卡莉喝，好好哦，好想喝哦。我有喝过大暑跟谷雨，我有喝过。春分一年只酿一次，不过他今年年初好像也有产，五六月的时候他们有那个也有办活动，然后也有就是开始卖，大概五六月我忘记了。大暑 IBU 52对啊，因为它是 IPA 吧，还是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艾尔系列的啦，但是艾尔系列的忘记是什么的 PA 了，好废哦。所以我觉得它就我自己觉得就是艾尔感。酷酷的，相对就谷雨跟大暑来比的话，我比较喜欢谷雨。那我那时候会喝大暑，是因为它上面说有加那个茉莉花，那我觉得哇好酷啊！看到花花这种东西，我就会想买。顶好只买得到小暑，是哦，可能要找卡莉专业。没有，我超级不专业的，我真的不是专业，我连业余都称不上。接下来吃我们的薯饼狗，我超喜欢艾尔，你喜欢艾尔哦？顶好只有小暑清明小满，猫啡我买了两组，是 IPA， 它是 IPA。之前喝一支 Double IPA， 没想象中苦。也许是因为你喜欢乌龙茶，古雨有用乌龙茶哦，我知道，它是，就是，它有用乌龙茶，我觉得超酷的。我那时候也是想说，还有用茶，然后觉得太酷了吧。茶 PA， 茶 PA。茶艾尔。其他有兴趣的是雨水，因为我爱金萱，真的哦，可以去喝喝看。酿酒师在东吴开的课哦，看好想去哦，太过分了。吃这个会饱吗？我觉得
哦，我很好奇。我应该先吃第一片，对不对？看我吃饭就觉得，就把食物用的乱七八糟，对吧？天哪，好想去哦，白痴哦！天哪，好想去！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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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大薯不错喝，有茶香，可是有点涩，稍微小扣分。哇，好专业哦！我大薯喝完那一次之后，我就没有再碰过它了。好好哦，大学推广部的，好想吃啊，白痴啊！可恶，好想吃哦。我待半年就能上了，什么意思啊，吹雪？什么是待半年就能上了？上什么？天哪，居然在吃麦当劳！嘿，你好，阿波罗神，我没有在吃麦当劳哦。酿酒师忘记回答你的问题了，不过他倒是有说，第一批清明非常惨，因为烟渗进啤酒里，第一批清明酒里有烟灰，靠！很崩溃耶。我把我的薯饼用的好难吃的感觉。洋酒比较熟，好厉害哦！大家都是大师哎、欸。我十七啊，哦，吹雪才十七岁，好小、哦，好年轻哦，再半年两个月上大学。大学会教哪一间大学啊？这么酷！太年轻了吧？我以为吹雪是大学生哎、欸。真的很年轻。我现在在吃的是。薯饼跟刚刚煎的薯饼跟刚刚煎的鸡肉，还有昨天做的沙拉。我的天哪，2000年！天哪！差了我6岁，天哪！
昨天来我们家就是做客的那个，我去拿刀子。昨天来我们家做客的那个男生，其中一个男生他女朋友才18岁。然后我昨天不是在群组里面说，问大家说，你们觉得我看起来像几岁吗？看起来像26岁吗？因为那时候那个我们就问那个妹妹说，天哪，你年纪好小，那你觉得我们两个几岁？她毫不犹豫的直接说25、6岁吧。我就我好难过。可是她后来有说，她说她问我们是不是读研究所，因为她说就是他们那边就是中国读研究所大概都是25、6岁，所以她才会猜25、6岁。只是我听了觉得心很痛。哎、欸，白痴哦！18岁都是18岁，会说话。卡莉中枪，真的中枪。其实也没差很多啊，你都快24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好像也是啊。可是24岁也跟25、6岁差很多啊，还可以啦，熟了熟了，还蛮嫩的哎、欸。嗯，我第一只。25、6岁错了吗 ？Q A Q 嘟嘟，你是大概，你是不是大概25岁？我也快25了，然后时间要加速冲到30了。好啊，我跟你差很多，那我去撞墙好了。没有，我是说女生的时间不一样，你不懂。因为我们跟她说，你觉得我们看起来几岁？她跟我们说25、6岁。我以为完全比我大呢。你叫成熟，成熟。所以跟他说差10几岁，所以猫费大概27、8吗？1989，所以是嗯，哦，我大概知道，28、27、27、8之类的，差不多。好吃，自己讲自己的东西好吃好像太怪了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这样就有点饱了，可我不知道晚上会不会饿。我现在才七点出而已，我的天哪！等下去削个水蜜桃来吃好了。想去把英文学到专精，不然好多书都看不懂。我们这边有个。快点，是不是 YK 出来了？没有啦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去做啊，好不好？又有点饱哎，好想摸肚子哦，好想摸肚子哦，好不好？嗨，小白袜子，嗨，手熟，我指甲油掉漆，最近我都不太敢就是现出来。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吃完呢？因为新室友还没回来。
点来喝啤酒。七点，卡莉在哪里呀、啊？嗯，我要圣彼得堡。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没有看我的资讯栏啊？你是不是都没有在看资讯栏啊？新手感觉好贤惠哦，他很厉害啊！我就跟你讲，最废的人就我了。你就只会装可爱，没有啦，我不会装可爱，丑。就只会在那边，啊，可以讲装可怜，装可怜趁实。酿酒师说：“圣彼得堡是念音乐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不过其实也可以的，可以来这边念音乐。但如果念音乐，可能大家都会跑去莫斯科。来这边可能都会念，就是绘画类的，或是你不知道，哼。”法学院啊之类的，我没有可爱，真的没有，长这个样子怎么会？白痴啊，最好啦！我一个肥宅，装什么可爱啊？如果是新观众，一来就想说，看这还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办？快吃完了哎、欸，好煞水哦！留一点点给室友好了，给新室友。目标法国蓝带，你说你吗？你说你的目标是法国蓝带吗？不用装就很可爱呢，没有啊，浪费，真的没有。声音是可爱啦，但长相是危险，到底要说几次？一次，就走在路上会被打。蓝带除了语言外还要钱，吹雪说钱是还好，台湾念比较贵。我以为你要飞去法国。嗯，好好吃哦。这个沙拉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做。虽然有些人不喜欢那个牛油果，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洛梨。其实洛梨没有什么味道，有发现，但就是口感，有些人口感可能觉得它很油，或者是它软软，然后那种口感很奇怪。不加其实也没有关系啦，
钱占很大的比例。之前台湾有一些名厨要去拿蓝带，多少有听到八卦哦。酷哦，洛梨，嗯，里面有洛梨在里面，里面有洛梨，牛油果。好啦，那我先恭请我们的啤酒。百货公司的时候特价，我买这个，我跟新室友之后再开给大家看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但我现在还在想我要怎么就是去搭配它，有人说可以配起司，我回来了啊！好，头发整理好，好乱哦，而且眉毛超黑的，看一下，这样比较白，还是要这样子，这样比较好，那就这样子吗？这样子，嘿。快点，45度角，45度角，怎么用比较好啦？好烦哦，这样吗？还是要？快点，女生的45度角，只是灯光真的很难瞧，好烦哦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好像太高了，你们看不到酒啊，白痴哦。
不知道怎么办。现在几趴电啊？59%。好，洛梨目前吃过最好吃的做法是拿红酒炖煮过做成凉菜。是哦，看起来感觉很好吃哎。用红酒炖成凉菜，酷哦。这样有点好笑，这个视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哎呦，哎呦，对不起，让你们一直晃。这样有吗？干，这样更胖。妈的！我之前是怎么架镜头的啊？嗯，跟我说说，我之前是怎么架镜头的？白痴哦！不录了啦！好，今天我要喝的酒呢，就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今天喝的酒是这一瓶，当。大学念完第一站，先去加拿大亲戚那边。大学念完第一站，那加油。所以你大学是在台湾念吗？还是出国啊？你还没买染眉的吗？没有，我之后要买。我之后打算买，就是也是染头发的，然后顺便把眉毛这边染一染，就小心不要碰到眼睛就好了。卡莉才是重点，嗨，卡莉晚上好。我们不是重点啦，重点是酒啦，酒。嗨，牛肉，晚上好！你们玩完了？你们是玩完了吗？还是还没？真的玩完了欸！你今天玩的怎么样？后面玩的如何？刚哥是自己在玩吗？是什么歌？我有点 catch 不到。我要听我的那个。我不知道这视角要怎么样欸，算了，先叹口气。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坐矮一点？好啦，我今天，我觉得镜头好难卡，好烦哦。你知道回去看 VOD 就看到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在那边，一直这样子，一直在那边动。我洗澡回来，他们就解散了，我一直死掉雷。不会啦，我也是一直死掉啊，可以啦，没关系啦，不会怎么样，又不是要那个，又不是要比赛什么的。你还做矮这样好吗？刚才哪在做啊？你需要广角镜？没有，我想要就是有点，你知道，就是女生那种45度角的角度，这样看起来脸比较小。然后我想要就是可以看到啤酒，我上次好像就有看到啊，不知道我上次怎么跟你们聊的啊，我是这样聊的吗？我知道了，等我。
一下好像有点高哎、欸，他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还高哎、欸，他怎么这么高？他好像有点高哎、欸，这好高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台好奇怪哦，天！这台好怪哦，等一下，我把你们带去别的地方。等一下。不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不行，这样不对，这样有失品质。我要带你们去我的房间。我坐在椅子上喝好了，我应该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吧？好，没有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我家吧？一直很想要现自己的家，我的现。关个灯，这个 VOD 超怪的啦！我还想说今天应该很棒的说，白痴哦，大失败，跟他智障啊！我的小拇指啊，干！哦，应该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。把灯关掉。我的床铺超可爱的吧？我回来我的房间了，应该没有什么。我没有，看露自己的房间原来是如此可怕的事情啊！各位，在家开台的时候，真的是要小心一点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对，这样角度就对了，对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可是这有点丑哎、欸，这个，还是看不到脚啊，干！把镜头垫高，很高了啊！再高一点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往下吗？算了，我们就这样聊天吧。算了，你们觉得好就好啊。音乐会太大声吗？客官，各位看官，音乐会太大声或太小声吗？干！我好像看到有人在那边给我讲什么脑袋不好使之类的话。我看到到底是谁？等下万一是室友就完蛋了，就我就岔塞了。你很鸡耶、欸！这样可以了吧？
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不是我们，我啦，我今天要喝的酒是这一瓶。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是这一瓶酒？因为之前我开台都是用电脑的那个，你们看啊，电脑的那个镜头啊，我现在要搬来搬去的，不要这样嘛。餐厅小朋友吃饭用的椅子，镜头架上去不是要45度角吗？我镜头在这边啊。放在床上的小桌子，对，牛肉你怎么知道？他人在那边哦，他现在人在那。你真的好焗哦，你弄头发吗？现在室内温度跟室外大概是多少啊？室内温度我不知道，但我现在穿短袖短裤，它大概应该也20度。八或23之类的，然后室外大概六七度。脑袋不好使，身体受累，靠背哦，那些靠背哦。我家的猫好废哦，猫废说什么？天哪，春分真好喝。怪你们好坏哦，我想喝哦。今日有酒当须喝，真的。今天喝的这瓶 ，Hello， 它是什么？叮，不会念，对不起。Hi，Hello， 今宵有酒今宵醉。早安啊，香料，香料，你要去上班啦，是不是啊？明明五点才上班，然后一直问人家是不是要去上班了。今宵是谁这么容易醉？要不是因为我要打嗝，不然你那个笑话我就笑了。我还是去睡好了，各位晚安，牛肉晚安，早点睡。我刚自己嘴角抽动。180，我不会刚好在你们刚开始时进来啊？为什么？刚好刚开始时进来是什么意思？这首歌超好听的，买了4瓶还要礼盒装，好棒哦。春分是啤酒吗？是，它是啤酒。凯莉，我跟你说，春分真的很好，好想喝。我好想喝，春分光用闻的就很棒了哦，就很美了，后劲也很美，可恶！我要抱着我的1664，我冰箱还有2瓶，哇，好想喝春分。不行，我要请我的在台湾的小伙伴帮我买。哎，他们有点高哎，他们比这瓶还高哦，他是出镜的。这好像什么？哈哈，这是什么样的台啊？好怪哦。主角在这边，主角。这可以煮那个了吧？就是小型的 acapella， 可以吗？真的，春分会有发酵的感觉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后劲感觉到可以吃完酸梅的涩。保存期限到明年，到现在你回来，我手边还有春分。你可以自己喝啦，那可遇不可求，没关系啦。你这样看起来只是很康的人而已，凯莉。哎，香料，我跟你说，我寄明信片了，自己去收啊，3个礼拜之后。看，我好想喝春分哦。
你们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你很想玩的游戏，然后台湾没出，台湾没有，然后就是不是没有中文版这种事情而已，是就是台湾根本就没有上，或是你想要的东西。算了，反正我就要回台湾了。我比较担心我之后喝不到，就是我这里喜欢的精酿。我要这样安慰自己。1664不就是啤酒小精灵的卡利眼泪吗？我的眼泪有这么多啊，白痴哦！你都不知道每天都在哭，我哭了七瓶呢。我不喜欢喝那种有小麦或是其他东西发酵的感觉。你说有小麦或其他东西发酵的感觉，所以你比较喜欢喝像苹果酒或是樱桃酒之类的吗？什么 Creek 之类的？我春分有部分是纪念价值，可能要到明年夏天才会拿出来喝了。你说纪念价值？纪念价值？你是说像你回答问题对吗？所以台湾普通的啤酒我都不喜欢，你是说像就是台啤之类的那种啤酒？我觉得皮尔森真的很少人会喜欢耶，除非喝到生啤可能就会开心一点点。我觉得有些酒的生啤真的喝起来就会清爽许多。所以我们今天现在要这瓶是我在塔林的时候买的，上次有介绍过，所以这次就先不介绍。反正就是这瓶Sona Station， 然后它的酒精浓度是 4.7%，然后它上面写的是爱沙尼亚的艾尔，爱沙尼亚英文要怎么讲？我每次跟老师讲的时候都是用俄文回的，所以重音都会怪怪的。Estonian L， 应该吧？然后它后面就写，它这边有写说适合在8-10度之间饮用，对。可以喝喝看，那他酒都蛮可爱的，是就是一个女生在做桑拿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女生，然后这是桑拿的那个火炉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开耶，妈，每个都不能开，这应该不能用转的。好哦，3个礼拜，好哦。但是会先喝个几瓶1.32公升的眼泪，超多。但是浓度高的酒不知道为啥也可以接受，可能你是说浓度高的酒像伏特加那种的吗？你是说像伏特加之类的吗？梅味香味酸甜尾韵，还喝得到些微啤酒花的丝丝苦味跟香味。哦，猫肺好厉害哦。你应该可以改成我家的猫好废哦，但我这个人很强。不过春分不冰的时候比较没有梅子的风味哦，酷哦，它需要保持低温。原来如此，春分好，感觉它的香味会出不来。嗨，宇宙边缘人，好久不见。你好久没来耶，好久不见耶，你过得好吗？你现在怎么样？你现在是怎样？超凶，你现在是怎样？你们讲的春分号啊，也好想买啊，哪里找得到啊？我跟你说，可遇不可求，施主请回吧。台啤18天，生啤好淡哦。那天在新竹喝过后，当晚杀到酒吧找精酿喝，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。我觉得你，因为你就是喜欢喝就是淡色艾尔类的，你就是喜欢喝艾尔类的，所以你喝皮尔森那种
拉格我觉得风味不一样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吧。对，伏特加、琴酒那些的，如果有调过，你更爱。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就是那种烈酒啊，因为伏特加它是蒸馏酒，所以它可能就不会有那种你所谓的发酵过的感觉，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。狂喝 IPA， 你真的很喜欢 IPA 耶。嗨 ，P268827， 好久不见，你好啊。等一下，我需要就是一个，不要太丑，不要太丑。为什么这东西不能像 OBS 一样，就是在下面加个字之类的，然后就可以在下面加说本台渗入，然后有疯女人之类的。香浪应该会喜欢马丁尼，我也觉得他应该会喜欢马丁，反正就那类的。1664大暴走，你说这边吗？这边还不是全部，我冰箱还有两瓶，我买了七瓶。啊，他最近还在打折哎，各位，诸位，我最近还在打折，我想说要不要再去搬，可是我快没钱了。那个弄你和长岛我也爱，什么是你和长岛啊？什么是我和长岛？你说长岛冰茶吗？我喝到失望的酒只需要健力士。我喝到失望的酒，我不会做任何事情。我觉得他既然在这个世界上出现，一定就是有喜欢他的人，所以我就只能觉得我跟他不适合而已。也还好有去找酒吧，又喝到一间在宜兰不可能喝到的精酿品牌。真假的，好酷哦！猫飞，你是在宜兰是不是？下一次找一个常喝精酿啤酒的人带我入门好了，我也要去常喝精酿啤酒的朋友老司机带上我哦。我喜欢啤酒花的风味，各种香气的啤酒花都喜欢。哦，啤酒花，长岛冰茶哦，那个和长岛冰茶我也爱。什么 YK 说什么不什么东西不喝到失望的酒就继续把它喝掉，换下一瓶。对，我也是，我就把它喝掉。好吧，我只能真的是用牙齿的，我去找汤匙。这种视角你们会看到我的肥腿吧，所以我应该这样走。Absolute Vodka 只是因为它便宜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突然讲到它？如果硬举不是举杠片，是举1664当单位的话，相信卡莉一定是举重冠军。真的，我也觉得。我是开错了。我应该拿细的啊，我在干嘛？啊，白痴哦，我想喝酒啊。我应该随身带个开瓶器的啊。
想喝酒。猫飞，你把我放哪里了？真的？什么？你这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香料在讲什么？Negroni， 好难念哦。世界冠军卡利绝了十项的166世纪录，无人能破，白痴哦。你说每一种酒存在一定都有人喜欢啊，但是 Absolute 只是因为便宜，应该没有人喜欢啊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也觉得 Absolute 应该是只是便宜而已。工业用酒精，卡利如果举十箱，我应该可以举30箱，打个折，应该也有20箱吧。什么？好可爱，感觉瘦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好感觉瘦？嗨，妮娜，妮娜，好久没有来。上个礼拜去搭游轮，船上酒吧有一小杯，$1，怒喝四杯。你说一小时，船上酒吧有一小时，第二杯$1，怒喝四杯。你说四杯什么啊 ？P two， 你去搭游轮，你去搭游轮啊？那你去哪里呀、啊？游轮游去哪？看，我想喝酒啦，白痴哦。内格罗尼一种调酒，我拿美工刀会不会很危险？会不会这样弹到我眼睛，让我瞎掉？好像有可能呢、欸，干！我看到指甲都裂了。绑这样像小朋友，嗨，小光。因为如果绑马尾的话，它会掉。就我懒得打英文而说的那个弄你，为什么它叫弄你啊？香料这个空了，用牙齿开吧。不要啊！好啦，我觉得牙齿会掉哎、欸。算了，好啦，绕冲绳的点调酒，第二杯$1，好爽哦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怒喝。闻到，好香哦！用后面的啦，那要用门牙。我是说用这里呀、啊。谁叫酒吧老板？第一次跟我说酒名的时候就这样讲，我就不小心记住了。到底什么是弄你啊？用桌脚开吧，可能可以开始练习用手肘开啊。你说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不会。你教啊，你来，嘟嘟你来，你教啊，你教我就学啊。不过我觉得那样开酒很帅、欸。哇，我想喝酒，我想喝酒。Okay.
给我开！哪里还没开过啊？哪里还没转过啊？我想喝酒，让我喝你。别再挣扎了，让我喝你。真的好可爱，难怪最近精神都好好。有吗？没有啦，只是我没有 follow 香香的，只是我没有 follow 到，难怪我最近业绩很差。你都来这边吗？来这边能量是不是？打火机就能了，我不会用打火机，所以我没有买打火机，我都用火柴盒。我钥匙圈有开瓶器，太料了吧！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学你们哎，就是带个什么打火机，或是钥匙圈有开瓶器之类的。酒精的怒吼，这是什么啊？猫费用扳手，我没有扳，我如果有扳手，我还会没有开瓶器。啤酒小精灵，什么简称酒精？这还蛮酷的，猫费，你做什么啊？订阅图来了，我来看一下。看看这充满欲望的眼神，白痴哦！就是我觉得那个酒有苦艾酒、会琴酒很厚，所以点这杯来弄你。为什么它叫来弄你啊？怎么啦？好白痴啊！维斯别难过，还要22分钟，臭瓶盖，好，你这样臭瓶，你臭瓶，你来这边。这个还错评，那8888就到这边了好吗？8888888，就听起来很像啊。可是你说什么来弄你？来弄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有讲到什么东西来弄你吗？好啦，来到了好不好？哦，难到哦，不会到很好。很完美的酒啦，吼！没了哎，就像一杯没了哎。等一下，好酷哦，闻不到，好酷哦，它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颜色，就长这样，就是一般的艾尔的样子。泡泡没了，它有一种很特别的香气。
我得想一下那是什么，有点像那个，就你喝下去的时候有点像桑拿，不是要烧那个树枝或是木材吗？就会很像那个味道，就你喝下去会很像那种，就是把白桦树的树枝，就是对白把，刚刚想把树枝拿进去烧，然后出来的烟，然后你再拿那个树枝，像那个他们不是都会拿一捆的那个树叶，然后拍打身体吗的那一种树木的味道，就你喝下去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一种烟熏，然后又有一点，但是没有很重，不是那种不是烟熏的啤酒，它就是会有那种有一种熏熏的味道，而且比较多是那种树木的那种味道，树枝啊，哦，我刚开始好痛。然后我刚刚觉得很特别的东西是什么东西？抓到 YK， 对啊，超可爱，没有可爱啦。卡莉伤心，卡莉怒喝，卡莉喝完开心，对，真的。哦，你说那个很像哦，你刚说那瓶酒很像点这杯来弄你。卡莉可以喝到很多外国精酿，真好呢。对啊，还蛮棒，可是回来就喝不到了。宜兰这里只有台湾品牌的精酿。嗯，对啊，因为如果是精酿的话，应该都是，就是我觉得应该都量很少，而且只会就是在那一个就是工厂的所在地贩卖。其实凯莉不是为了读研究所出国的吧？超坏的，白痴哦！等一下啦，真的有点痛哎，就是我不知道，没有外伤。他是啊，出国研究啤酒，啤酒硕士是不是啊？白痴哦，啤酒硕士，然后还读成这样子，超烂的。看来错评会伤凯莉的心，那我多错几次，是想让我伤心是不是？啤酒，等一下我想打嗝。白痴的啤酒 PhD， 喝酒专家，嗨，你好，新朋友，你叫做 Love， 对不起，我不会念你的名字，不敢乱念，搞不好你有自己的念法。你好，要怎么称呼你呀？我不是喝酒专家哦，忘记回你的话，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，我是只是喜欢喝酒，喝啤酒或是喝其他的酒，可是我没有很就是下功夫，我没有下很多功夫去钻研它或什么，这只是兴趣而已，真的不是专家，完全不是，连业余都不算，就只是就是哎看到酒就拿起来喝一下这样子。嗨，小白哇，没关系，来自大马哦，你好，来自大马的朋友，你好啊，肠胃还好吗？你在问谁？肠胃还好吗？小白哇，你在问谁啊？笑狗，你是想喝酒专家？对，我是想喝酒专家，没有错。就喜欢喝酒，所以就会常常会去看，然后会去买，看到我觉得很特别的，我就会想要拿，想要喝喝看这样子。脑袋不好使专家，对啦，我是脑袋不好使，我开台脑袋会不好使，没有下很多功夫研究，只是花很多钱买酒而已。对，只是花很多钱买酒，但是因为这边的酒都比台湾还便宜，所以就买吧。妮娜吧，她不是不舒服好几天了哦？对啊，
对，是妮娜。妮娜，卡莉不知道妮娜最近肠胃不舒服吗 ？QAQ， 哎，你问这句话，你不觉得怪怪的吗？万一我真的不知道的话，那我不就很尴尬吗？虽然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乔治番薯泥，你的名字听起来好可爱哦。你的名字听起来好可爱哦，乔治番薯泥。是你喜欢吃番薯吗？喝啤酒就是要大口灌才爽，真的啊，没错，所以我应该要大口灌。真的有种很特别的味道哎，因为我很少喝艾尔系列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它的艾尔是不是就是本来就这么特别。它的艾尔多了一种，我等一下我真的喝不出来，可是我觉得那味道好熟悉，它是一种香味，它是一种香味。而且我一直觉得是我在大泉会闻到的一种香味，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。烟熏味的酒像这款吗？我看一下，它没有到很烟熏，我是说它喝下去会有一种感觉。嗯，它没有，它不是那种就是烟熏啤酒，或者是有一种就是你喝到这瓶酒会有种。在桑拿，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啊？我给你们听好听的歌，我喜欢的歌其中一首。你们从刚刚到现在有听到音乐吗？大马的朋友还在吗？你住大马的，你是哪里人啊？算你跟我讲，我可能不知道，可是我会 Google。Sorry， 没有啦，小白袜，白痴哦，开玩笑的嘛。清明就是烟熏的，我知道清明是烟熏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哎，就那时候我在挑的时候，我没有挑清明，可能是因为酒很贵，所以。就也没有，就是特别。如果假如像我买啤酒头只有一次机会的话，我就不会特别去尝试清明。烟熏麦芽，缺咸酥鸡。怎样？你喜欢吃咸酥鸡？我也喜欢吃咸酥鸡。可是我要叫你乔治还是番薯泥还是薯泥啊？我叫你薯泥好了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。超坏，还是你都喜欢别人怎么叫你？那你都喝哪一种啤酒啊？如果你要配盐酥鸡的话，我没有喝过烟熏麦芽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的味道，就是跟它一不一样。但我觉得它，我耳里知道卡莉的声音呢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没有音乐吗？大失败，大失败！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要吸尘器，好哟，白痴哦。就我电脑啊，开什么玩笑？好了，把它们放上去好了，放在旁边。它真的太特别了，我真的好喜欢这瓶哦。它喝下去让我有一种感觉，就像你刚吃完，你们吃过甘草糖吗？就是那种黑色的，北欧人超爱吃的那种甘草糖。我喝完这瓶酒，我觉得我好像吃到甘草糖一样，它有那种甘草的味道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。这样讲好不专业，可是这是我自己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瓶酒。在大马吉隆坡应该知道吧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吉隆坡。
最近我朋友去沙巴玩，跟他的家人，没什么，就只是跟你说一下而已。你不用回应我，只是跟你说一下而已。好酷哦，第一次遇到马来西亚的人，好酷哦，大马人。薯泥让我想到巧达，什么是巧达？巧达起司、巧达浓汤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那个起司嘛。我喜欢吃薯泥耶，我昨天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做薯泥跟那个通心粉拉格吧，配盐酥鸡刚好。我也觉得盐酥鸡要配拉格，可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很喜欢，也不能到没有很喜欢，我还没有找到我喜欢的拉格，但要喝还是可以的啊，台啤我可以接受，百味我觉得还好，百味我真的喝不出来它的独特性。新名是爱巧烟熏啊，那个看过，对不起。卡通的巧达，等一下，卡通的巧达，我好像。所以你是指卡通的巧达，不是巧达浓汤吗？这是什么？啊，叫巧达，我看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在看啊，智障哦。等一下，这是不是那个？哦，不是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是哦，为什么你会想到他啊？这是什么？薯泥的老板，巧达的师傅。什么？薯泥是一个人吗？卡通的世界是太复杂了。百味好淡，像气泡水。对，百味很淡，我也觉得百味很淡。你有喝过更淡的吗？有一个更淡的，等一下我挑一首歌。你们想要听嗨歌吗？那我放我自己喜欢的好了。应该不会被消音吧？百味像喝水，同感。对，我也觉得百味很淡，可是我百味就是普通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有一个更淡的是荷兰的一个牌子，我那时候喝到是因为它的瓶子很好看，它的瓶子是就是跟这种一样，然后它旁边有那个它自己品牌的，就是品牌的那种，就是像那种花纹是会凸起来的，然后这边就是一整排它的那个名字，它的品牌，然后它有出比较特别的是那种，就是不是这种瓶盖式的，是那种拉扣式的，就是你要把它打开，然后它上面会有个塞子，可以把它弹出来，然后你可以再把它放进去的那一种，好像叫什么拉扣式的，对。就还蛮特别的，我后来有买那个瓶子把它带回去，因为我觉得很漂亮。它叫什么？荷兰文不会念，叫 Grosh 啊，干好难念哦，叫
干，这是正音标发生什么事啊？正音标是什么？我看不懂。Cross 应该吧，我不会念啦，好难哦，真的很难念哎。就是它长这个样子，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。看不到啊，干，白痴哦。反正那个荷兰的牌子叫做 Grosch， G R O L S C H， 它瓶子很美，很漂亮。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到难喝，它跟放很久的台啤来比的话，它算是好喝的拉格。所以，就如果真的要选，挑一瓶拉格来配盐酥鸡的话，我会选那瓶。它很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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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适合给想试试看比较没有那么臭的台啤的人来喝。卡通的乔达，是爱吃鬼乔达。嘟嘟竟然也知道，你有在看卡通哦？哇，会被打。对了，我刚刚一直忘记中文叫什么。拉格比较会喝，就金牌或可乐那。可是喝过 IPA 后，就真的回不去了。所以你真的很喜欢 IPA？ 我自己也是喝过艾尔之后，我就很少再碰拉格了。海尼根超亮萤幕，重点是我刚刚还敲到上面这个，真是的。好想喝喝看你，就是你放的这个哦，特殊版烟熏口味，感觉真的很棒哎，很棒。猫飞在干嘛？太丑了吧！这什么侧脸啊？你给我截这个图！超坏的、欸，太告白了。不是说喜欢 IPA， 是喝过艾尔之后，真的觉得拉格太淡。我自己是觉得。对，拉格很淡，然后，自己是觉得除了它，也不能说很淡，我觉得它很太清爽了，因为在这边已经开始慢慢的喝啤酒，已经不是像饮料那种感觉了。哦、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它很好喝哎，幸好我有买，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有在想我要不要买这瓶，我觉得说我去那边就是想说我买一瓶精酿就好了，我不要买这么多瓶他们自己的啤酒，然后我又想说，我那时候就跟室友说我不然我买一瓶就好，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一瓶跟上面那一瓶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哎，我拿一下。就是这一瓶，超美的，它真的很漂亮。他们是同一个牌吗？还是不是？不同，他们酒标触感不一样。应该是不一样的吧？
看不太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放错歌，放错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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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首，不是这首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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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乱点一首好了。等一下被怎么样就完蛋了。好，放一首喜欢的，喜欢的，稳的，稳的。就是这个瓶，这一排，哎、欸，这一瓶跟这一瓶，我在选要哪一个比较好。然后室友就跟我说，你来塔林也不长，也没有什么机会再来，因为我们已经来了两次了。之后如果就是要去玩，我们一定会去北欧或是其他的地方，不会再去那边晃。他就跟我说，既然想要买，你就买好买满。所以我想说，好吧，那就买这瓶好了。我会买它，就纯粹只是因为它上面写的 sauna station， 所以我想说啊，感觉蛮酷的。但其实你也看得出来，它酒标其实虽然很特别，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，你会觉得就是蛮平价的，很还好。跟这个相比的话，但我那时候觉得蛮酷的哎，桑拿的那种感觉，我想说就买一下，结果发现它真的还蛮好喝的，就蛮开心的。然后我那天有介绍那个，哎呦，这样我应该衣服没有拉起来了。我那天有就是介绍这个 green tea， 下次来喝。你们应该都很熟了吧？这种台湾超多的。然后那天我在那个百货公司的特价买了这瓶，一堆人都在拿，可是我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喝。我就是看到别人拿，我就拿了。我拿的是苹果口味的，应该是吧？我看一下，对，亚布拉卡是苹果口味的。苹果口味的苹果，苹果汁，苹果口味的果汁，下次再喝喝看。觉得它瓶子很美，你不觉得吗？超可爱的。然后之后还有奶酒，奶酒我不会整瓶喝完，我可能就只喝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奶酒我还在想要不要就是开给各位看，因为我想把它带回台湾。然后 IPA 或苦啤，啤酒花味重又香，所以相对会选择哦。也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。就是你在那边喝那种啤酒花的味道跟那个，就是发酵的感觉。因为你这样喝，你会觉得每一瓶好像都有点。好像差不多，可是每一瓶又有自己的特色，不会每一瓶都一样。可是我自己喝拉格，老实说，就是我自己在喝拉格，我会觉得就是每一瓶好像都蛮差不多的，就是清爽，讲好听点就是清爽清爽的感觉。我在跑教学干又错鸡巴干，你是想你是欠班吗？你不能因为我们是朋友就这样子啊。好凶哦！我没有啦，没事啊，没差啦。我知道你错评啦，而且拉格喝下肚后没有尾韵，真的要自己喝酒的话，我不会选拉格。对，我也是。如果今天就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自己在喝酒的话，像现在我在跟你们聊天。我可能就会选，我一定会选艾尔或者是 Lambic 之类的，就是在那边喝，在那边喝。这句话好奇怪，这是中文好烂的人，好烂的感觉。就我会选择比较，就是艾尔或是 Lambic 这种酒，可是像拉格这种比较轻盈爽口的酒，我就会比较偏向。啊，你喝那我也喝，然后或者是我今天要配一个重口味，像咸酥鸡那种东西。拉格我就真的会是，我吃咸酥鸡想喝酒，我就会喝拉格。
可是我今天不会因为，就是我不会因为，怎么讲？我突然忘记要怎么讲，就是拉格只会是我的，就是可能是拿来爽口，或者是拿来搭配我今天吃的东西所拿的酒，我不会是就是啊，今天突然想喝酒，那我来拿拉格之类的。如果我今天想喝酒的话，我一定会选艾尔或者是其他的酒。我刚边看凯莉喝酒边煮泡面，哇！你还没吃吗，妮娜？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哎。不是有买奶酒吗？你说我吗？我买，你说谁有买奶酒？我不熟啊，哈，奶酒，什么东西我不熟？我买奶酒啊，我买奶酒，可是因为奶酒是我本来去我就想买的酒。奶酒是因为大三的时候，虽然我开始在熟悉这些啤酒，能够跟你讲什么是拉格，或是不是跟你讲，我是说能够讲出拉格跟艾尔这个词是今年的事情，今年年初的事情，或是去年年底的事情，大概快一年而已。我是一年前才开始知道什么是拉格，什么是艾尔，对，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到很熟，但就是自己在那边，我一开始其实会想要知道谁是谁，只是为了说我今天买酒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得懂这是什么东西，跟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两瓶有没有一样，或是。就我不想要光看，就是啊，她长得好漂亮，所以我就买它。嗯，因为你知道很多拉格它的标签都长得很漂亮，就很容易会买错。所以我一开始会去自己去找，只是就是为了这样子而已，就也没有其他的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教说啊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我都是自己 Google 查的，所以。有些资讯或是什么一定会错，但我也觉得没差，反正我不是啤酒系的。苹果口味的果汁不就是苹果汁吗？对啦，讲错了啦。简单来说就是卡莉的口水，漱口水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还是会喝果汁啊，下次可以喝喝看，因为我怕有些果汁很甜，我自己就不喜欢。隔壁台在吃火锅，凯哥台吗？凯哥台在吃火锅是不是？所以你也是凯哥的观众是不是？跑来这里吗？卡莉跟聊天室延迟太严重，好好，我跟上了，我跟上了，各位不好意思。有没有人要带我进入拉格和艾尔的世界啊？完全不知道你们说啥呢。你可以问猫费，猫费很了解，你可以去问他。香料住哪？可以找看看有没有卖精酿的店家。桃园，香料是桃园人。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下有没有卖精酿的店家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你也可以付一点学费去跟他们讨教讨教，最好的话可以一起出来喝喝。好啊，我回台湾你可以来接机啊，是不是？我比卡莉还不懂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猫费，我觉得猫费很厉害。我真的没有很懂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接机你又不能桃园开喝，好像也是齁，我必须要先回高雄。放个其他的歌，我是不是应该放开歌啊？哦，Hey Alligator， 这首也是爱的。欸，我室友还没到家，现在已经八点了，快九点，他还没到家。欸，我是不是要注意什么？温泉蛋真好吃，我也喜欢温泉蛋。好啦，那就一起下高雄隔天开喝好了。我要先回去放行李啊，也是可以啊，或是你要等我之后上台北也是可以，就是要看一下。虽然我现在已经就是之后如果回去也已经是成年人了。
可我还是就是会想要看一下我爸妈有没有要干嘛。我觉得这一瓶艾尔它比大暑还更，就是如果你要看那个苦度值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苦度值会比大暑那一瓶 IPA 更低。我觉得大概就是谷雨的感觉吧，还是什么？因为我也只有喝过谷雨，等下我看一下。我觉得它比较轻盈，所以我其实有点想要喝喝看小暑，因为它上面写说比大暑再更轻盈一点，所以我想要喝喝看。如果我喝过小暑，我可能就可以跟你讲，就是有没有差不多。我一直打嗝。苦味一直在，我觉得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就是谷雨的感觉，如果你之后想要喝喝看的话。按到了啦，来吃哦。妮娜不是肚子不舒服还吃泡面不会太油吗？还是不放油包吗？我没加油。汤也超淡。妮娜你不吃点粥什么的吗？还是你没办法煮饭？所以我加一点鸡胸肉进去增加层次。肚子不舒服不是不能吃肉吗？你只能吃清淡的啦，如果你很饿的话，但是你还是得吃清淡的，你不能一次吃太多，就是少量，不要让你的肚子太累，不能说肚子，不要让你的胃太累。当然啦，都这么久没回去了，对啊，我应该会先不是应该，我自己的计划是先回高雄办好行李。我自己不知道我那时有没有工作，但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厉害可以找到工作吧，所以应该是就是先回去，然后整顿一下情绪。好废哦，整顿一下情绪，然后就是整理一下行李啊，然后想一下下一步要怎么做，或是去面试之类的。其实我自己老实说是比较想要在北部工作，这是一定的，当然在高雄工作也是可以。哦，这首歌我听到会哭，不要放这首。就是我自己是想要就是在北部工作。不能吃肉吗？我其实也不知道妮娜，但是 我自己以为不能吃肉。之前应该说之前肠胃炎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只能吃就是越清淡越好，然后不要吃那种会增加肠胃蠕动的东西，像什么青菜或什么之类的，除非煮到很烂很烂。但我自己是没差，因为我吃什么就拉什么，所以我觉得既然都会拉出来，那我就吃喜欢吃的好了。泡面不放油包就好像拉嗝再加开水。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我也觉得泡面应该放油包。我带了很多泡面来，你们想看吗？我不知道我们介绍给你们，可是台湾好像你们都在台湾应该会觉得很无聊吧，我应该介绍比较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台湾 IKEA 好像也有卖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姜饼屋的那个组合包，可是它好像没有附那个糖霜，所以我在想我之后圣诞节做的时候
我是不是要自己挤糖霜？它只有附，它这边有写，它只有附就是，就是烟囱，然后侧面的那个，对不起，我指甲掉漆，侧面的那个屋子，然后它的那个屋顶，然后它的门窗，正门跟侧门。可是他画这样子，我不知道是他的意思是他已经画好了还是怎样。反正之后圣诞节我就开台组装给大家看，好吗？那蛮酷的，我去 IKEA 买的，你可以看到，就还蛮有 IKEA 的感觉。我有想过要自己烤饼干，但是我突然想到十二月要期末考了，我觉得我没有那个精力，所以我想着算了，呵呵，对不起，我太懒了，没有一次呀。好啦，恭送姜饼，还有什么没有跟你们介绍的吗？嘿，瓦列里·布利维耶特。Привет, как дела? 那亲狗都在как дела? 没有，没事。我不想讲到他的名字算了。他用鼻как дела? 医生只有跟我说不吃辣不吃炸，所以我喝拉格透水一样的泡面。可以，没关系。又提到工作了，是不是太伤心了？我先走。瓦列里。你不是要私讯我，跟我聊聊吗？没有啊，所以你现在还没找到工作是不是？你在台北吗？你现在住家里是不是？还是你自己？我在问什么白色问题？你应该是住家里没错啦，对不起，我收回那句话。我一直觉得你在大学的时候，应该都觉得我是白痴吧？就是大四的时候。鸡肉可以啦，不然怎么会有鸡肉粉、鸡肉末的粥？只要切细一点就可以。Dioro， 这首歌我是超喜欢的哎。之前常跟我的台应该就知道这首是我们的关台歌，关台歌。哎，你们有听到吗？我很怕你们没听到，然后就我一个人在那边自嗨。昨天大餐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。昨天大餐还蛮好吃的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可是我们买的那个牛肉可能是炖，就是是拿来炖汤用的，因为那时候 Mira 没有看清楚，他以为是猪肉，他就直接拿了，他就没有看上面是写 Gaviadina， 所以他就以为那是猪肉，他就把它拿走了。然后它是牛肋排，可我不知道它筋好多哦，我觉得它好难咬，所以我们想说之后把它拿来熬汤。对啊，住家里我应该先去找打工吧。那你有想要找什么打工吗？可是你已经有工作过一次，你应该有工作经验，所以应该就是蛮好上的吧吗？是吗？我自己觉得你很优秀啊，我自己觉得你很优秀，所以就是很 OK， 随便都可以 ，IKEA、台式、7-Eleven 之类的，可以啊。说到 IKEA， 你刚有看到我买的 IKEA 姜饼屋吗？姜饼屋，怎么我觉得我超废？这是因为你对自己，你一定是对自己的标准很高啊！我自己觉得你很棒啊！我自己觉得啦，我一直觉得，其实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你很厉害，因为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很废的女生。你应该看得出来，就是什么都有兴趣，但什么都不专精，然后就那边碰一点，那边碰一点，那边碰一点，然后
这也不能说，就这也不能当借口，就只是我觉得很懒，然后不想要全力以赴的理由而已。对，但我就觉得就是能在一件事情上下功夫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，就像你或者是其他班上的同学们，哎，真是的。如果你觉得你超废的话，来机场上班啊，欠人哦。真假的？哎，香料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工作的，我只知道你在机场上班。你可以跟我说说你在做什么工作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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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你们真的有听到音乐吗？我觉得自己自嗨超尴尬的哎。本周啤酒好不好？我拿着，我拿着，不然人家图文不符。哎，不是这首，不是这首啦。啤酒真的很不错哎，真的很不错，很有特色。我不能讲的好像我喝过很多啤酒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在我自己喝那么，就是在我喝的艾尔之中，这一瓶啤酒给我的感觉很不一样。幸好我有买它。它真的很好喝，我好希望有一个什么很会喝啤酒，或是很会喝啤酒，或很了解啤酒的人，可以喝这瓶啤酒，然后让他去形容他的感觉给我知道。因为我喝完这啤酒，它有一种香味我形容不出来，不是词汇太少，是我抓不到的，我抓不到那个点。说不定很常或是很了解啤酒的人可以知道要怎么形容这瓶酒。对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喝水时间到了。如果你超废哦，看到了。嘿、hey, 你好 Chan 1212 1233，你好啊，你好。台湾好找工作吗？要我觉得好不好找工作这件事情就是因人而异，就是你除了要有实力之外，你有实力的话，我觉得你有实力跟经验，我觉得还蛮好找工作的。可是如果你没有实力，没有经验，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话，就很难去找到不论是适合你的工作或是你想要的工作，我觉得都很难找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。但因为我还没有出社会，所以我也不敢，就是我也不敢讲太多。走私吧，你说这瓶吗？你说这瓶吗？我也很想啊，这瓶好好喝哦。有兴趣的在哪都比较难，如果没有一技之长的话。对啊，贵宾室的外墙吧，我做走私还在跟你们混。对啊，哦，你说香料是走私哦，他如果做走私他就不会来了啊，他就会超级有钱了好不好。贵宾室的外墙，贵宾室的外墙，所以是贵宾室的那个柜台的姐姐吗？姐姐不是那些那些长得很漂亮的姐姐吗？还是姐姐？你是说就是帮我进到贵宾室，然后要给她看我的，就是给她看我的卡的那个柜台吗？我之前跟贝果研究如何做大麻 DIY 组合包，太酷了吧，这好酷哦，我看到 DIY 组合包我就会想买，
因为不能提供，但是我想说他们自己 DIY 应该可以。你是说给他们什么种子，然后给他们说明书之类的吗？妮娜你在哪？我保证只举报贝果，白痴哦。大陆真的好难。哦，你中国只看学历是不是？我觉得不能说只看学历，我能够理解。如果我今天是主管的话，在这么多的人中，我不会一个一个看，就是我不会一个一个在那边看啊，你的个性怎么样，你的专长什么之类的。大公司一定都会先看学历啊，就觉得就是。通常有这种学历的人，或是有什么学校，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人，应该都有一定的实力跟，对，应该都有一定的实力。我是说，如果我今天是主管，然后我只看学历的话，就我觉得进去这间学校的学生应该都不错，从这边毕业出来的学生应该也都不错，所以我不用去。太去烦恼说啊，他的实力不好或者什么之类的，我可以理解这种感觉，但是对于有些人，像台湾之类的，或是其他国家比较小一点的，就是，你看这首歌我好喜欢，这首歌我很喜欢，当 Diablo 的，他 remix 的。就我觉得就是一定的啊，因为人太多了，然后你看到履历第一眼一定是先看学历，你看学历就是假如私立的全部都划掉，连看都不用看，然后直接再从国立的去选。机场在干嘛？一般的外场。卡莉你是去哪个贵宾室的？大陆人口太多了，没办法。对啊，人太多了，你只能先从这种东西最明显的东西去筛选你要的员工。航空公司还是信用卡合作的？我是去，应该是信用卡合作的吧？应该是吧。我之前是去，我都是去信用卡公司合作，就你知道，就是那种信用卡，然后他有跟那个，就是中国信托有跟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东西呀、啊、合作，然后你只要出示你的那个会员卡，你就可以进去他们有合作的休息室。我在讲什么？我的手机啊，在这边。毕竟中国人多，对啊，毕竟人很多。外文系被刷光光啦，是啊，外文系被刷光光了。帮外文系 QQ， 高中应外。哦，你是高中，你高中是应外的哦。我认真觉得他们找我去面试，成功率超至少过40%。真的只是付出劳力的工作而已哦。我因为在学的东西要在台北，如果真找不到，我再看看好吗？好啊。红色、粉红色领带，我忘记了哎。粉红，谁会记得你们家领带啊？可是瓦列里，你去哪里面试啊？香料你在哪一间？你跟我说，你说以前嘛，我哪知道？不然你私讯我啊，你私讯我吗？如果你不想讲的话，你私讯我。这样的发型也太可爱了吧？你都这样子吗？没有，我不是要装可爱，是因为绑马尾我会绑不起来，所以我只好绑这样。他会就是你懂吗？因为头发太短，然后你绑后面的话，
它就会，你看我后面头发就这么短而已，哦，你看不到，算了，有需要再来敲敲我哦。我的意思是，看履历就拜拜了，都不找我去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只看履历，你看到它是私立的，或是你看它只是就是。好，你就讲私立好，你看他只是私立，可是你没有去跟他面试过，没有去跟那个人面对面谈话过，你会不知道，说不定他这一年，或是他这四年大学生活就是成长很多。嗯，就工作你不只是要。你不只有你的学历跟你自己的专业，你还要懂得跟你的同事相处，你还要懂得，如果你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，你需要就是需要跟别人沟通，还有一定的，你还有一定的 EQ， 对，还有一定的人脉之类的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。实力我觉得很重要，经验也很重要，我觉得经验真的很重要。可我觉得真的要就是面试一下，看一下对方长什么样子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。好想去台湾玩，真的吗？你在中国是不是？那你现在在哪里呀？欢迎来哦。Plaza Premium Lounge， 等一下，好耳熟，好像有去过。还是我爸有去过哎，我的头发前几个礼拜也要这么长，然后剪掉，这样吗？这样吗？瑞秋，该剪了吧？这么想扮女装哦哈！我现在在国泰，但是是我们公司外包出去的，是哦。哦，耳朵好痒哦，这里很痒。因为我不确定，因为我很少在桃园的贵宾室。你也知道我高雄人，我今天要去，就是我今天出国，我一定会尽量从小港啊，比较少会去桃园，所以说不定我没有去过。你们的，但也说不定我有去过你们的，有种心痛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之前头发也留很长哎，我然后这边，赶快趁它到腰的时候，赶快把它剪掉。算是隶属哪个旗下的啊？环亚贵宾室啊，我知道，我有听过。你在重庆。你在重庆哦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又有听过，所以会比较兴奋一点。好酷哦！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啊，重庆感觉会吃很辣很辣，是吗？龙腾贵宾倒了，应该就是我们家了啦。龙腾贵宾倒了哦，所以你是说如果用龙腾卡的话就只会去你们家是不是？想留个比较摇滚的头，可是吃面线刘海常泡在里面，很恨。你
把它绑起来啊。就是你如果留到这么长，你就把它绑，就是绑个马尾之类，就是把这边的头发，这边的头发，然后把它绑起来之类的。是啊，重庆的朋友你好啊，凯莉，你记得你在贵宾室吃什么东西吗？是不是 buffet？ 哎，我刚刚讲俄文吗？对，我刚刚讲俄文，对不起 ，buffet。Buffet 是俄文没错吧 ？Buffet 还是英文啊 ？Buffet 是英文还是俄文？对了，它是俄文，对不起 ，Buffet。类似雾都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讲什么？我查了一下，还是不知道它到底隶属哪。有绑啊，但是过渡期常常跑出来。Gosh， 你们居然知道乐事乌都？什么是乐事乌都啊？那是什么？乐事乌都？等一下，我看错啊。干！我没有在看啊，白痴啊，马列，我没有在看啊，我不知道。台湾现在很常在看，就是中国有嘻哈。马列，你很白痴哦，不是航空公司开的。所以你们是信用卡公司吗？我想在跑车里想要一辆法拉利。你们现在是聊开，哎，我酒没了，我酒喝完了，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结束了？总而言之，今天这瓶真的还蛮好喝的，就我觉得是我会想要再去买一瓶的那种好喝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特别，真的有一种就是我不太会讲，它有一种就我刚刚讲的那种树叶。燃烧树枝燃烧的那种香味，有点像甘草的味道，甘草糖的味道还是什么的。对，如果我再去的话，真的很想再买一瓶，可是可能没有什么机会了，所以我之后好难过哦。我们是一个专门做贵宾室服务的公司，只是会跟信用卡公司合作哦。全球有150个点港商。哦，很烦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不行。有喝修道院的吗？我想喝喝看修道院啤酒，哎，你有推荐的吗？还是你有喝过你自己喜欢的吗？我没有喝过，就是修道院的，我想喝喝看，一直很想喝喝看，但是总是挑不到，就是或是总觉得买不到自己喜欢的。老司机。聊酒水的时候，你的眼睛都会发光，哈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你是不是酒水驱动的？我没有，好不好？卡莉身体有 70% 是啤酒，没有啦，女生是水做的啦。罗斯福十号，这是什么？来看一下。
罗斯福十啊，我看到了，罗斯福十号。好酷哦，感觉很好喝哎！一直很想喝看修道院啤酒，我希望我可以找得到这瓶酒。好，我记下来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拜托，读过营养学的我都知道，女生是脂肪做的，小弟弟才是用生命之水做的。你要被挤了，我救不了你。钻研过基因突变的我知道，卡利多绝对是各种啤酒做的，这样会死吧？这样会死的、欸。我开台几分钟啊？看得到吗？2小时35分钟哎、欸。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啦？嗯，我觉得你们聊天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修道院比艾尔的更，比艾尔。的好喝醉人些，它是怎么样的味道啊？我一直很想喝喝看，但是因为挑不到好喝的修道院啤酒，而且也因为感觉这边没有，就是如果没有人推荐或是没有人介绍的话，修道院啤酒就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，我觉得啦。而且修道院啤酒比较贵。在这边，拜托，女体需要脂肪衬托胸前的伟大、啊。可是我的奶也不小，是不是？就跟你说女装了啊，对不对？回味很重，口感浓郁，我想喝喝看哦。好，谢谢你，我把它记下来了。罗斯福十号，我把它记下来。罗斯。好，罗斯福十号，可以，感谢你。妹子来认识认识，你说谁的妹子啊？你说瑞秋吗？你想认识瑞秋可以啊，瑞秋奶不小，她自己讲的。瑞秋，你还喜欢做什么事情？说来听听啊，瑞秋。我都要被瓦列里打、啊。但是啤酒花偏淡，是哦，啤酒花偏淡，啤酒花的味道偏淡。没关系，我现在还是新手，才刚入门，还是小学程度，所以什么。就是其他人觉得好喝的酒，我都会试试看，我都会尽量试试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现在知道讲，没事没事。好烦哦，找工作真的是很鸡掰。你不要打，找工作真的很鸡掰，然后还给我加 XD， 我觉得很可怜。你不要这样子啦，瓦列里。我知道一定会很烦的，我之后也会就是跟你一样要找工作什么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。我只能跟你说加油，加油！真的，这没办法的话，就只好慢慢舍弃掉一些东西了。我不是说梦想什么的啦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不是说其他的。卡利需要啤酒补充日常的啤酒，光小啊，香料就光小，甩来甩去，干。甩什么啊？你要讲好啊，在我的台你要讲好，转来转去，来我这浪费人生了啦！你要讲为什么？你现在很缺人，很辛苦是不是？难怪你要这么早上班。那你可以跟我说你的工作的内容吗？感觉香料跟我差不多年龄呢，香料你是才刚毕业啊，所以你也在你们公司工作大概2年而已吧，是不是？
还好啦，什么东西还好？你给我打完，我看不懂啦。你要打完啊！我发现我这样我会挡住脸，不是挡住脸，挡住眼睛，那我就看不懂你们在讲什么。干，跟你说过我巴士，真假的？你有跟我说过吗？如果是新手，可以从六号、八号开始喝。哦，所以有罗斯福六号、八号。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罗斯福六号跟八号跟十号，它这些数字有什么差别啊？它是什么东西不一样？对不起嘛，香料我忘记了 ，sorry。对对对，你好像你比我小一岁，实习一年，等当兵目前三个月。小白哦，对，小白也80，他也刚毕业而已。校狗还跑走了，硬要讲，小白娃应该很难过吧？87，小白娃走了啦，我们下班开喝。小白娃，你现在有工作吗？你现在有工作吗？还是你现在求学中？哇靠，比我还年轻呢，感受到年龄了。瓦列里，我跟你讲，瓦列里，你听我说，这里只有很少数的人比我大，有一个刚刚 YK 比我们大一岁，他82年的，然后还有之前来过的什么贝果啊，还是谁，还有那个艾瑞克流感，他们都比我大，但是像。香料，然后像什么企鹅吃饭团，讲他全名好怪哦，像企鹅，还有谁？妮娜，刚刚的妮娜也比我们小，还有谁？啊，猫费比我们大啦，他刚默默不说话，把他叫出来，猫费也比我们大，大部分人都比我小，而且你知道我昨天不是吃大餐吗？来的中国的来。不对，来我们家做客的中国朋友的那个男生的女朋友，他昨天跟我们说他才十八岁，你懂吗？他才18岁，超夸张的。然后你知道我问他说，那你觉得我跟 Mira 说，那你觉得我们两个几岁？他竟然跟我说大概25、6吧，我真的超打他的。没有啊，他竟然说我25、6岁，我真的超难过的。简单来说就是酒精浓度啊，所以罗斯福十号酒精浓度比较重吗？现在没耶，等当兵之前只有接短期的翻译。小白旺，你是为什么会接翻译啊？而且不喜欢喝酒，好苦。小白娃，你有喝过什么调酒或是其他的啤酒吗？或是你有喝过这瓶吗？哎，瓦列里，你看，瓦列里，好，没了啦，冰箱还有3瓶，哎，2瓶，冰箱还有2瓶。我讲真的，你就当做真的外场服务人员的心态来了。我知道，就是你要收人，就是接待那些来的人，然后稍微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之类的。不过收碗盘应该不是你们吧？不是有其他就是专门的，就是清洁人员吗？我94。枪，你说94啊？我也是94年的哎。你说1994对不对？我也是94年的，我们都94年的。有些人像那个香料，他是95年的。然后我昨天遇到那个妹妹是，哎，18岁是几年的？1999年的，真的是超级幼稚。
我也很幼稚啊，闭嘴啦。对啊，你也很幼稚啊，你也很幼稚，真的，你也算幼稚的，差一岁差不多啦，也是嘛，对不对？1994握手，笑死，我快生气，你知道他居然说我25、26岁，我看起来像吗？我看起来像吗？真的很像吗？哪里老？不过他自己有说，中国读研究所大概就是读到硕士二年级，大概就是25、26岁差不多，所以我就当作是他在称赞我成熟之类的吧。我没开画面，觉得卡利威哲利，白痴哦！你知道你是打什么威哲利吗？威哲利，白痴哦！屎是最醉人的哦，所以你自己喝过6号、8号，你觉得10号你比较喜欢是不是？小白蛙在哪里呀？笑死，硬要，你很靠北。没有哎，我碰过几次啤酒很苦，我就不敢碰了。是哦，没关系啦，觉得很苦就不用再喝了啦，真的。我在新竹假日常跑回台北找人聚会。小，跟你们说，小白蛙是学霸，很喜欢在那边讲人家的秘密。我是翻译一些资安软体的文件，跟自己科系有点沾到边。资工吗？你是不是跟贝果一样都是资工的啊？我没有很喜欢啤酒，你讲过啊，你喜欢调酒。Don Diablo， 人生苦，喝酒就不苦了。干，瑞秋，你干嘛这年纪在那边讲这种话啦？就是什么都要做。1894经理你好，一些靠腰。小白话，改天我约你台北酒吧，你来台北住一晚吧。比较喜欢吃甜的，也有甜的啊，像调酒之类的也是甜的。10号最好喝，所以你最喜欢10号。好，我会先去找那个牌子，然后尽量可以的话，我会尝试看看。可是我不确定这里可能会没有，就是你讲的那个啤酒。你知道 Continue Gaming Bar 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是在哪里啊？这是你的基地吗？穿越时光的电竞酒吧，这是什么？好特别哦！春分不苦，可以试试看。小白蛙，如果你想试的话，你可以先从这种有水果味，或是有比较特别的，对，水果味道的酒来试试看，像苹果酒，或者是像春分这种有梅子味道的酒，或是那个樱桃酒，什么 Creek 之类的，你可以先试试看这种酒。你真的酒量很差，我就跟你坐同一间。18天一堆人推，没喝过。如果你会喝，就是皮尔森。对不起，新室友回来了。
阿豪，回来了，新室友回来了，他买了一大包的 Uniqlo 的衣服。小白袜，嘘，好，嘘。这首赞赞哪一首？你说当 Diablo 的还是这首 The Fat Rate 的？哦，你叫我哦，你贴给我干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再扛。好，我放好不好？这首歌好耳熟哦，福加白也好喝，我们一般聚会都喝那个。什么是福加白啊？什么是福加白？哦，我知道这个豪格登，我们会讲豪格登，我超爱的哎，这个啤酒豪格登，就是福加白啤酒，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啤酒，这瓶是其中一瓶，就是可伦堡，然后你讲的福加白啤酒是我也是我喜欢的啤酒，大概第二名吧，酒量超差吧，弟弟酒量超差，怎么可能？真假的？他在骗我吗？瓦列里，他说他酒量超差。试着喝喝看，凤梨台啤，甜到屌炸天。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。不会啊，你超美的啦。给你看脚。然后这边是聊天室，台湾什么啤酒最好喝啊？我其实不太熟欸，因为我开始喝啤酒是我来俄罗斯之后的事情，但是台湾的精酿，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啤酒头，它是台湾的精酿啤酒的品牌，他们最近出了，就是开始在酿春分，因为他做了一个24节气系列的啤酒，然后它其中一个节气就是春分，然后它春分是用那种台湾的梅子酿成梅酒之后，再把它做成啤酒，所以它就是有梅子的香味。我自己很喜欢喝，但是因为它产量很少，就是买不太到。酒柜台，白痴哦！18天味道比较淡，比较不苦，大概跟百威差不多，我也觉得。但就是你知道拉格吗？调味啤酒，我觉得很多都蛮好喝的。我之前喝了从塔林带回来当地小岛产的苹果酒，不会太甜，而且苹果味超浓，打趴所有我喝过的苹果酒。真的假的？好想喝喝看哦。哎，是哦，我跟你说，我喝了这瓶，幸好我有买这瓶超好喝的，我自己觉得啦。那你会觉得很苦，它就真的有那种桑拿的味道，而且它喝起来我觉得有种像，有点像那个。有点就是你喝完之后的那种韵味，有点像甘草糖，然后它有点就是喝完这个啤酒会觉得，你喝这个啤酒你会有种就是闻到，就是你进去那个桑拿，然后拿那个白桦树的那个树叶打身体的那种感觉，就那种草还是树枝的味道，超酷的。讨论纯粹讨论啤酒太主观了，对啊，这种东西就是很主观啊，谁喜欢什么，谁喜欢什么，谁不喜欢什么东西，或是谁比较喜欢喝什么东西，都因人而异。所以我喜欢这个啤酒，但说不定有些人会觉得，不是说不定，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啤酒很奇怪，或是很苦之类的，或是太浓，或者是他觉得没味道，也有可能。看你要喝哪种哦，拉格或是艾尔。修道院风啤酒我比较少看到有人做，这边比较少，台湾的话几乎就是没有，因为台湾没有修道院，应该没有吧？台湾没有修道院。台湾本地啤酒，拉格的话，台湾的金牌啤酒应该是比较多人喝。金牌啤酒是台啤吗？酒量是不太好啦，可可，真的假的？看不出来，感觉就是很常去跟人家去哦，好有画面。你下次可以去搬一箱，不知道，我觉得这瓶可好喝，可是还有另外一瓶还没喝。等等看淘宝里有没有卖，真的假的？淘宝里面会有卖哦。赞叹新室友马铃薯 and 沙拉之神，白痴哦。
我家的猫好废哦，你是剪精华大师吗？新室友冒出。IPA 的话，我推红点的台 PA， 都是台湾的品牌。嗯，猫费有喝过台 PA， 我自己很想喝喝看台 PA， 我没有喝过台 PA， 我很想要喝喝看它的那种感觉。我是笑狗 ，chill， 觉得恋爱了，干小白，万一什么都恋爱，我下次牵一条狗来，你也很好好坏哦，这样讲太坏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算了好啦，那我们要先请我们的，就是我的守护神们先上去睡了。好啦，今天就是差不多到这边了，先喝了这一瓶酒。我好不想上课哦。好不想上课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明天假日还有课？有啊，明天星期六，就是隔周有上课。不想上课。又看不到室友，不要上，呵呵呵。室友，还是室友，你会不会我明天不去上课，然后结果你就想说不行，身为学霸，我必须要去上课。凯伊娜这么废，她不去上课啊。即使医生叫我不能出门，我还是得出门啊，不然。凯伊娜这么废，我不可能指望他给我抄笔记啊！他一定不会去上课，不行，我还是得去上课，我还是得去上课，不行，我真的太不舒服，但是我还是得去上课，因为凯伊娜太废了。然后你明天就这样子跑去上课，会不会有可能？会不会？大学上课不是看心情的吗？没有啦，大学上课是看心情没错，可是因为我们已经硕士了，已经是研究生了，所以。不能看心情呀，你觉得我是大学生吗？真的吗？好开心哦。红点有一只龙洞窖藏拉格啤酒，可以试试看，好酷哦，拉格的。不会啦，我被禁足到星期日，你为什么都是一样的表情符号啦？你可以用可爱一点的吗？虽然你样本来就很可爱了。哎，室友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的新室友说，啊，你好像对 Uniqlo 没有兴趣，好吧？他刚跟我说 Uniqlo 在打折，然后直到礼拜。只有四天，直到礼拜一。对啦，一啦，我知道啦，只有四天，然后直到礼拜一，今天第一天。然后因为我想说之后要去买那个发热，我没有特别发热，我只是想要贴身而已。然后他说贴身的那一种就是发热衣袋，本来原价1499，他现在只卖999，就大概是台币就是500块吧，500多。本来想说要去买，不然我冬天我不想穿太多的衣服。虽然是拉格有点清淡，啤酒花味蛮香的，好酷哦。可是猫费你怎么会喝过啊？你不是都喝艾尔系列的吗？这个有好一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很讨厌呢。我知道有打折，他们有寄信给我。VIP 耶。室友是 VIP 耶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觉得可以去晃晃。小白袜有好可爱的，好可爱的那个哦。好，继续看，继续听歌。我喜欢最近一直单曲循环的歌。
我决定要单曲循环到我关台，接招吧。应该因为是红点，所以我愿意尝试。脑粉，脑粉就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说，脑粉就是这样养成的。好啦，今天差不多了，我的酒也喝完了，晚餐也吃完了，然后感谢各位，就是星期五晚上已经凌晨两点了，还来这边跟我聊天。而且虽然喜欢 IPA， 但还是会尝试各种酒。哦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下次可以有机会的话，在一起交流交流。下一次喝酒的话，我可以提前预告你们，我们就是喝这瓶了，就喝这瓶了吧。我自己很喜欢那一瓶 Oatmeal Stout， 我会之后再喝，所以我会先喝这瓶精酿。它是上次有介绍，它是那个葡萄柚口味的，跟血橘口味的，它也是 IPA， 所以可以如果想要看看这瓶酒到底喝起来怎么样的话，可以下次见咯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之后打折可以转寄给你们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爱，没关系啊，等你要去逛我们再一起去逛啊，好不好？你要问米拉，米拉怎么样，可以直接寄钱给我吗？干我没有钱啦，白痴哦，我是因为很冷我才要去买衣服的。下次有跟到台就喝黑啤来陪卡里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听完歌就关台咯。好痒哦，你知道我今天开瓶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开瓶器，所以我只好用汤匙开，所以我这边才会有一根汤匙。它瓶盖蛮可爱的，我的瓶盖又多了一个，我瓶盖这边每次喝酒必拿出来的瓶盖。好啦，加一个。还是其实你们根本听不到音乐啊，干，不管，超大声。很冷就窝在棉被里，不要出门啊。你说什么东西很冷啊？卡莉，你们室外温差那么大，进出门不会不舒服吗？可是因为你出门你一定会穿外套或是穿保暖啊，然后你出去保暖可能还是会有点微微冷，但是你进来之后你会就是稍微比较温暖一点，因为你不会一进来就马上变温暖，就是你的身体不会马上就变温暖，你还是会有点微微冷。嗯，然后你会之后进来觉得温暖之后才会慢慢，身体才会慢慢的回温，可以这样讲。我刚喝了一瓶奇美兰修道，奇美兰修道院，不太会喝，但我觉得不错。我知道那瓶，那瓶不是很贵吗？这边买很贵，我跟我眨眼，那一瓶这边买很贵，你是买一大瓶吗？然后整个又开始红，你说脸吗？我想喝喝看哦，我知道那瓶这边有，可是只有在那个就是啤酒的专卖店，那种精酿啤酒的专卖店才有看到，然后它一瓶都超贵的，没有什么，不太敢买下手，但我有想过要去买那瓶，你觉得好喝是不是？那我应该存个钱去买，新年的时候存钱好了，毕竟我还要买衣服，我要买外套，买裤子，买上衣。唉，这个我好喜欢啊，别信我，我看心情点的名字看起来很帅。
不会啊，我觉得就试试看啦，因为我本来就想要喝喝看那瓶酒，没事啦，白痴哦。什么红蓝都挺好喝的，真的吗？红蓝都很好喝吗？那我可以去喝喝看的，我可以去看一下它到底是红还是蓝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到先，不啦不啦，口误，我今天就先到这边了。我不想上课，室友救我，救我，室友，他可能不在了。这个我好喜欢啊，真的真的很丑、哦，你怎么都截很丑的图？你们到底是不是观众？是因为我长很丑，所以你们都截很丑的图吗？太坏了，你们太坏了！我刚去bar点190，就那个价吧。他是不是直接倒一杯给你啊？你刚去吧哦，你自己去吗，白丽丽？你刚自己去吗？还是你跟谁一起去？哪有刚刚新室友的笑容超可爱的，瞬间融化。好啦，没有猫费是说猫费是放那个我很丑的图，说这个我好喜欢啊，这很智障哎、欸。哦，干！我长好丑哦。我之后就这样子了。明明就很可爱啊！有人找自己去也太可怜。哎、欸，我有自己去过 bar 哎、欸，我就是散步完之后去 bar， 然后坐着，然后就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一瓶长岛冰茶，谢谢。”然后就自己在那边喝，然后滑手机。猫费中枪 ，GG 了，猫费。看起来这样形容感觉有点怪哎，瞬间融化。士林那边有家我蛮喜欢的，有机会可以去啦。哎，我们一起去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啊，是不是？可以啦，我自己去过听音乐。走啦，一起去了啦，是怎样？走啦，走啦，我们一起去了啦。我自己就是自己去酒吧的边缘人，我是还好，我会找朋友一起去，因为比较喜欢就是边喝酒边聊天。我自己去的话，坐在那边也不知道干嘛，就可能也只能滑手机。如果跟别人的话，可以边喝酒边聊天，就像这样子，就是边喝酒边聊天。对，他说他很可爱啊、哦，我等一下会去跟新室友讲的，我会跟他说很可爱的。Mira， 有人说你好可爱，小白袜，他说感谢，感谢笑狗。所以你是说新室友没有那么可爱吗 ？QQ 没有啊，新室友很可爱啦，可爱啦，稳的。好想要有朋友陪我喝酒聊天哦，走啊，走啊。我自己去就看着前面发呆，有音乐就抖一下，咳咳，咳咳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去酒吧喝酒开户外台，你说你吗？猫费，你说开户外台是你还是我？香料还有我，我也觉得很可爱，真的假的？还有我吗？瓦列里，你没有了，你怎么可能？我都没有了啊！不小心讲出来了，我这样会被他杀。你走开啦，八个月后再说。好啦，好啦好啦，之后再说。那我们就差不多了，当然是卡里亚。你说我开户外台吗？我之前有去过，我之前有去我喜欢的那一间 bar 开户外台，然后就是手机这样放，但你们看不到，手机这样放着，然后那个就是我坐在，就是这边是桌子，就是我坐这边，然后室友坐那边，你们这样子看很奇怪，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边喝酒然后边吃东西这样子。自己喜欢的 bar， 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就是这样子。我是他们同学，抓到心结，干心结。士林旁边有个人，我自己会去。哎，我好像听过哎。
求好吧，我好像听过哎、欸，就是你知道 Facebook 总是会有人就是打卡还是讲一下之类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，算了，反正你都说了，单价高一点，一楼抽烟区，二楼禁烟，好酷哦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，好不好？感谢各位哥哥、哥哥、大哥、小弟们，小弟超怪的，感谢各位大哥大姐，今天陪我喝这瓶酒，还陪我吃晚餐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吧，拜拜。然后我要关台，拜拜。